The design of this area is like a little library.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太阳东升西落，那它从这边照到这边，是对所有整个建筑是平等的，对动物也是平等。接触狗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小心，动作不要慢。Thank you, everybody.是每一位饲主都应该有弃养的观念，这样这些猫就不必为了找食物而感到困扰。OK， 好，然后换水，他们这已经两分了。Let's go home. You want to go to Philippines?